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的疗剂叫做氢化汞 Mercury Cyanide， 学名叫做 Mercurius Cyanapus， Mercurius Cyanapus 氢化汞。咁你谂下，系汞系水银同埋 cyanide， 即系生埃。咁呢两种好明显一个好系两种都系毒物嚟嘅。咁呢个一个好有用嘅疗剂咧，系处理一啲毒血症啊 ，toxemia 毒血症，因为急性嘅感染嘅病啦，尤其是咧系白喉啊，咁出现咧个人咧系好急促咧，系极度嘅嗰个衰竭，个人咧就系发金吓，即系青晒咁样，又冻又打冷震啊，咁呢个通常咧系用一啲因为传染病引起嗰啲血毒症嚟嘅。咁所以一种急性嘅感染啦，啊个人咧就好快就个人咧虚变得好虚弱，咁咧就感觉咧个人咧就系、是、好辛苦嚟到挣扎啊，同埋咧系唞唔到气咁滞吓，即系浸差唔多要窒息嘅，咁嗰个肺咧就差唔多要瘫痪吓，窒息唞唔到气，飙大汗，咁所以咧通常咧系嗰个患处咧就系、是。坏得好快嘅，譬如一种病毒性嘅，梅毒性嘅嘅溃疡啊，咁差唔多就快要烂穿啦咁样，咁个人都系好臭啦，啊，咁流嘅血咧都系有深色嘅嘅血啦，液体嘅血啦，咁个肌肉咧有种抽搐啊，同埋咧系震抖嗰种感觉。咁佢影响嘅部位呢通常係口啦，嗰、那个喉咙呢同埋嗰个咽喉嗰度嘅。咁所以陈所讲就嗰、那个白喉病。咁、亦都会处理影响嗰啲伤寒性嘅肺炎。个人亦都变咗发金啊，青晒啊，那个呼吸同埋心跳呢係好急促。
最主要的应用就是我曾经所说的恶性的白喉、啊、加上个人衰竭、啊、也可以作为一种预防白喉作用、啊、那个人又冻又作闷肾炎、啊、还有那个、啊、蛋白尿，那这个就是个 Mercurius Cyanavus 那个氢化汞的应用的地方。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 n l i n e h e a l t h s h o p c o m h 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